原标题：蔡英文元旦升旗越抗议，岛内独台高呼。蔡英文下台，环球网综合报道。2019年第一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遵循惯例出席一早的升旗仪式，岛内民众也遵循惯例前往蔡办前抗议，高喊蔡英文下台。蔡英文来源：台湾联合报。据台湾中视电子报1月1日报道，今天一日一早，蔡英文、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等人出席在蔡办前举行的升旗仪式，岛内抗议民众也遵循惯例前往。升旗结束后，台湾民间团体法税改革联盟突然传起黄色背心，高呼反对赋税抗议法税改革口号。升旗仪式开始前，还有独派人士高喊蔡英文下台、枪毙蔡英文等口号。说是惯例，是因为蔡英文自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每逢元旦必有台湾民众前往蔡办前抗议。据媒体此前报道，去年2018年元旦一早，不少岛内陈抗团体就曾前往蔡办前抗议，反对蔡英文当局老计划修了有条件松绑区休役等措施。前不少民众除了表演升旗行动剧外，还有很多抗议民众戴面具扮演蔡英文，模仿其口吻发表恶作剧版的元旦文告，讽刺蔡英文没有兑现选前承诺，包括加薪、降低工时等劳工政策。2017年元旦，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聚集，然后走向蔡办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元旦反冷讯、反诈骗、反乱政活动。活动发起者台湾振兴中华联谊会召集人黄思荣律还将九二共识不能无视的旗帜送给执勤警察。黄思荣在事后受访表示，蔡英文就职以来倒行逆施，搞得台湾乌烟瘴气，民众只能自立自强，凭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民进党上台以来，一系列政策引发岛内民众不满，抗议频频。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更一大败告终。台湾联合报今天有在评论文章中称，2018台湾年度汉字番显示全台民众票选年度字的心声。遗憾的是，九合一选举揭晓后，看不到执政党高层的任何反省。2018台湾番是个奇景，关键的是继续翻下去，把沆瀣一气的政局死期掀开，让台湾重现生机。